星之间的胜负欲，一博和一星就连讲冷笑话也要拼，真的有被冷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尔虞我诈是三国。然后皇上身就衣长湿了，为什么不需要别人擦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皇上有旨意。一星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过两次。我有老婆。哎呦！得了，一星也折了，那咋办？更是想起被盖支配的恐惧。上次我看他剪那个视频，我说我有猫，他有吗？他说我有老婆。我有猫，他有吗？我有老婆。最终靠拖拉机驾照翻盘。我有摩托车，我有摩托车驾照。哦，我还真有啊，真有。摩托车驾照，摩托车那个驾驶那个汽车一个驾照。走了，这都不重要了。来来来，我有拖拉机驾照。来来。杨子和井柏然直播互动，简直太搞笑。你这么买呀、啊？花点钱，咱买一个那个就是钢圈。你帮我把这钢圈拿，你最大。他换了个弄吧，是不是？我得换一个。还是这个？那我们继续。现在你换了个大的，不能说不行，给我，给我，让开。张嘉倪、魏颖也是豁出去了。我没胸，我没胸。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这么狠的吗？对啊。你有。那你也有呀。我那小，那我也小呀。小是没等于没有。我也是小跟没有一样啊。左航为了赢也真的是拼了，直接化身蜘蛛侠。